这就是我铺子里头的这个小偷偷我的衣服，穿红色衣服的，注意啊，特别注意，你看，哎，取衣服了，再取衣服了，啊，准备装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穿红色衣服来了。啊，你好凶！现在我们老人发现了，一会儿给我抓到。哎呀，你看嘛，他们那也偷了的，到处都是。你看这儿，今天这个样子，你看好烦。